成琳时常在社群与粉丝分享日常生活，而近期杨成琳展开巡演，六月才在小巨蛋举办连两场演唱会，今日又飞往广州为了演唱会排练。杨成琳也晒出与团队的合照，只见杨成琳穿着一身黑和工作人员一起在镜子前合照，并开心写下 Team Rainy 我们来到广州喽。但没想到事隔9个小时后，他突然又更新动态，表示朋友告诉他，他把自己的英文名打错，一开始少打了一个 I， 让他自己都傻眼直呼有事吗？后续反应让粉丝纷纷表示太可爱啦。